驾渡前人前大队空，昏大地空。翻开书架，如吉他母前三十公里前大地空，在吉空，三吉空，昏大地空，在吉空，三吉空。恭请渡前人慈悲前大地空，昏大地空。啊，好了，好了。目前人暖男放在桌子上，你就记住。
疑心，谁信一种，那么不会有道理的，哦，这些不过有种信仰的心，不过有种信仰的心，哎，科学的一点还有被你一点，一点还有这是关于高的心，别的是高的心，这是什么还没走。啊，我们怎样？我对，我去也干，我讲魔术先生，我的神父也是，比我那个好，你就不行，也是哦，比我好，你就不行。哦，所以呢，你很正常，你很会理解，理解，然后，但是你越理解。当时有几年多啦，你想讲很快，但是迄个时阵呢，无继续想错，所以讲本来就讲，个目标即，哦，趋利啊，还即，所以先做即，哦，你先把，所以我以你以前来对人讲，都在合租啦，所以当从头即，即个就看到一些东西。啊，你要讲到这个气，它跟气不是一样的。这个气都很宝贵的，因为等你，你很看好那些，你喜欢的，但是你有的可以被他怎么样？哦，那不能。我喜欢你，我因为等你嘛，你看看，也能说，因为，我这些气，我等你，我说看看会。但是伊更靠迄世界，更靠迄世界，我做无滴无当，所以过去，我其实我也浪费吼，我第一来是，我打工就多少，我企业不跟吼，我迄个听吼啦吼，我有一个，吼有一个伊来做，我当时另外另一批哦，你经营是经营一种啦，我给你。但是，时阵呢，因为工业人到事业人中有一个，咱这个老师啊，吼，带这个团队啊，唔放假就是这团队啊，这一天到。伊话，哎，伊唔是咧争咧啦，哎，阿伯啊，咧争咧是就袂啦，啊，伊是无啦，这个老师，我丢，伊咧就是在培养。用那个啊，炒炒啊，那个这个啊，但这个啊，你当到那个天光，也就比较光，解决这个人的各种天的，那一小的天的钱啊，天的方便。哦，那到你当来养病，有地病啊。哦，你虽然你这个世间啊，你不再给他解释，你是虚妄的一个心。就跟这说的，所以老师才有个会员，老师就说的，哦，这个一概就说在了，说这个东西哦，那天哦，你开，你开刷刷毛的时候，然后上台面这个老师拿出来，然后伊那边怎样，都建立准备了，哦，伊引发不起来。他背起家，他背起家，他来他来破事，他来洗面，一点点，哦，各位，各位的损害，哦，那所以呢，你所谓在善，所谓在善，你把这绑掉，绑掉，那我们天天是，对不对？所以一点等于给怎么样？等于，那实际上这个给多少？公园基本上行。这个为了告诉我们事情，然后因为来告诉这个事情，然后提前就出名了，哦，接触你变少，你
你要从产物里出来，你要经产品的经产。哦，他们俩纯纯的夫妻嘛，他们基于为他的，啊，所以你现在都是这样的哦。但是呢，你有些该法，他们会给你什么东西？我这是在哪里？所以你就得要做黄金，啊，做东西，意在学习中，用着你无上的戒指，来供贵族做黄金。我咧好学啦啊！你当按教科书做黄金，在这星期，花这个钱，基本上做黄金，是应该做稳定，做稳定。按我们学说的，花这个都有出息哈，他们全都花钱了哈。所以进去哈，啊，咱今年做工作，哦，今年都见几天了哈，恭喜新年就新年哈。旧姓我跟你最好了哦，那你旧姓哦，旧姓我跟你最好，但是这旧姓，那渐渐开始，不是讲我的旧姓，伊是讲是咱女性的旧姓，咱女性的旧姓，咱就好，咱的骄傲，咱的骄傲，咱的气美，咱的贪心气，咱的旧姓在。这里面拢是在内心中心，但是内心的中心，咱也是在无处。当然，告诉我烦恼不进心的，所以主心的中心，另外叫做主心主道，一心，基本上都是找来的。好，我们直接先开始点哈。何名主心主道？何名主心主道？今主心中相见。得自心中下边烦恼，有其众生。得自心中下边烦恼，有其众生。得自心中下边烦恼，有其众生。将正见度。地有静，修八戒地。大化无痴迷妄众生，各国诸多，舍来净土，迷来我土，无来地土，福来善土，如是多将。名为净土，有烦恼无边誓愿断。将诸行法界地，诸觉依妄殊相心事啊！依妄殊相心事啊！因为这方面，一直在做苦业，都无可以不考，一心。就这个主心主道，这个主心主道，就是我们自己找好了，一心，然后以前会先做出，然后再起来，啊，然后发，哦，然后再，意识那个，咱当时那个这个世界，恁自己起来心，心就明灭，那你行好了，感觉就好些。这个叫主心，不能跟别人，咱这个心都随着外的来排的，所以呢，从外口的变咱就可以看，但不过，咱这个心的能量造不出来，啊，既然你这个心的能量造不出来，所以就随着外的，心里的主心主道，一个主心，就是讲咱的清净心，一个清净心啊，真正的能量。那是观念，观念是不得离境，我境是我的，我不得那个里面。如果有右贤呢，右贤入理，发阿妙和三个少的心，温和定住，温和安心，这些东西是我的，我不得那个里面。不是我给他，我不得，我不被努力的。
用一旁边送的哈，一旁边供什么样的？那这个工具已经不回答中文了哈。一个供，密定这边某医生，有右写的就写入里，他阿庙和我上的少，一些硬流息，他把一些硬流息住，这是恭喜不得，为何表示呢？伊讲哦，伊要问我要安怎这个心，伊那里喜欢的实在叫，就是关键是教育不行。第二问题就是我要安住，咱进前伊叫，咱的心安住了是，所以那是叫做人在江湖，啊心不低。那我有做人业主啦，况且你家己了是，你也会变，啊你家己迄个心在到位啊，伊讲到位。哦，那空间的不行，所以呢，安住，你把这个心的安住是不安住？你把梦想安安住，肯定安住不行。一点那个，你如果没有安住，也不行。所以你看，五千五万的十二年，你看，温在是跟重心的心，安的必须的安乐，安的必须的梦想，这些不知道。现在不明，一年，那贵体是个什么？咱对应的是对，所以因此当中，咱只要心把中间想，把心的外，那你必须方面咧，恐怕这个问题，也是伊咧进错误东西的错误的，所以立定这样的意思，这个对应，咱从对应的部分，你要有真实的心，你今日你讲讲，我一听。你唔能用迄个懵懵懂懂，爱用迄、那个哦旋转心、一点心的调控键。你调控键唔听，你用听，所以迄个点，迄、那个点就是叫做真谛意识。这个点，任何鬼都该学好，得听，必定得听和无疑顺哈。这个点叫做真心，真心。好，坚信无虚的心，真实无虚哈。你这个点，你这个点的调控是不了，你一个真相性的调，你能用你梦想性的调，所以就对。一个是我给你命运给我无常，有右显的助显入理，他阿妙的什么什么的心，他是我在陪你解一下这个显的助显入理。因为发着无相静定静和心，前面行他无和谐，前面行处理和谐，所以叫感悟。定无始终，如是定无始终，定无始，定无始，他无一心。用这么多人说出来，这个不会。因为我们在身边安住，因为我们在身边打，因为我们在身边打航空，因为我们在，我跟我们家东西，啊，这个东西什么重要？我们这个东西，我会得到，这个如，这个是小，是小，他这，他关脚他这，关脚他这。这个诗呢，这个诗叫做无名法界，这个叫做啥法界？所以这个叫做如，这个叫做诗，啊，这个叫做如诗。啊，这个如诗的那个得意的功法，听不懂？如诗那个得意，或者公园的他的这个坚信，坚信。无一，真实无虚，叫做天经，经经不信，那听了哈，所以讲这个是你的坚信无疑，你把你的主相，你叫做坚信无疑，你的主相就是天经，发现叫做无量，因为你的无修叫一切无量，那安尼来讲起。不得你到外面去，到心里去，到外
用着这个清净的发心，清净无量的这个心来安抚我，来安抚我这个身心，来安抚我这个身心。但是要安住听好势，伊毋是用着一个方法来安住的，伊毋是，伊互你这个心有能量，互你这个心无明镜，跟你讲起来，我讲的是伊。咱今日我就安住这个身心，我就安住这个中心。就是因为参详的阴暗，你要到这个暗色的地方去拍。安尼听到吼，咱内底乌暗暗，你今日你安怎看内底看唔清楚？你要安怎来？你是安怎做事？但我都该教，教你嘛，你就变那个变得倒好啊，你开我变得倒好啊，爱就变得光明起来。安尼听到无？你无话啦？我用个比如啦吼。你讲，今日你等你心是咧安住袂好势，等你心是咧含糊袂好势，因为你的重心放在你啊，或者解释你啊在生气、妄想心，你啊在无公平，你啊无公平，你啊在妄想，所以妄想无公平来对当中，你安住太袂好势，你啊含糊袂好势，所以不得跟你教教，今日你对你的心用功用功，对你内心世界来对当中，你一定爱有。第二个就是呐，伊里边的比这个清净片，这个清净片是哪样？来用什么？我来这里看看，因为伊这个水吼，这个一条水，哦，那较早的时候就水我离岸作清，这个水能够水穿石，水穿井，但是迄个水会当做水道，你听无？水道，迄、那个水道咧挂在伊只，挂咧挂在一只，但是水道水咧挂在，即、這个水咧挂即个花瓶只，即、這个花瓶只，伊毋是用普通水，都是用普通水来挂咧，伊毋是用普通水，伊迄个水带到经过好几千级的水，拢无污染的个水，去用迄个即个机械。按照我们光线来接光的水，哦，所以这个水那个因为特殊的因为离轨最大的光线，哦，你用咱这个水过来水画面，画面来，那么这个艺术的，因为咱这个做什么，它接，咱这个清洁，